顾九思在哪？嫁给纨绔子弟不是想扶当少奶奶，而是动刀砍亲夫。你说老，谁？这上不上？我没见过两口子吵架，没见过谁要个青楼来的。不伤之女刘玉如嫁给首富之子顾九思。 婚戏码盛大精致，被评论是古装婚礼的天花板。不过两人是先婚后爱，刘玉如育夫有术，陪公子读书。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？以后哪天我会定时叫你起床，送你去书院。每个月你有5日的休息时间。七日。4日。4日哪高啊？3日。3日挺好，行啊。 让顾九思也转而奋发图强，两人从相互抵触到扶持，甚至被封为一见如故 CP， 不光戏里难分难舍，甚至假戏真做，这情谊延伸到戏外，为这部古装爱情轻喜剧多添话题。记者纵不倒。